欢迎收看福音战士每周新闻，以下是本次内容。香根与福音战士的大型合作活动福音战士与香根2020 Meet Evangelion in Hakone 从2020年1月10日起正式开始，香根的各个景点都进行了 EVA 化，桃园台站以 NEVA 本部为印象进行了大规模装扮。以 EVA 机体为印象的舞台限定巴士开始于香根小田园区域运营。香根强罗公园出现了朗基努斯之枪。香根小泳员 Unison 公布了福音战士合作第二次冲击温泉以及各种合作菜品。另外还公布将于芦之湖举行高桥洋子特别现场表演，将于3月28日与5月23日以香根海盗船为舞台举行模拟舞蹈作战的特别演出。与每年夏季与冬季举行的活动 Wonder Festival 与福音战士联合举办的福音战士 Wonder Festival 将于2020年6月13日、14日举行，细节尚未公布，预定于新宿站附近举行，目前已开放经销商页面。为纪念电影新福音战士剧场版于2020年上映，将举行对 DVD 与蓝光等 EVA 影像商品进行解说的座谈会，活动将由株式会社 Kala 的海外开展战略担当、音乐涉外担当制作人岛居理会以及 King Records 的田所沙之出席，将对为什么同一作品会有着像是 1.01 与 1.11 这样的众多版本进行解说，并将谈到制作时的故事。在东京 Culture Culture 于2月4日举行，1月14日起开始票券贩售。纪念福音战士电影最新作上映， EVA 封面的男士潮流杂志 Smart 2020年3月号增刊号发售，增刊号附有凌波丽与明日香出号机小包套装，于7/11与 7 Night Shopping 限定发售，发售时间为1月24日。 Game Center 的精品手办福音战士新剧场版 Q Posket 的特制亚克力场景限定套装于 EVA Store 登场，有凌波丽与明日香套装以及定真寺与主勋套装两种。插画师 CK Yuli 与 EVA 的合作企划 EVA Column 新系列 Colorful Monster 登场，包括有 EVA Column Colorful Monster 款式的大轮廓卫衣、小包、徽章，以及手指玩偶 Pamela 的驾驶员五人玩偶。来自潮流品牌 ACDC WAG 与福音战士的合作系列第二弹周边商品登场。感谢各位的观看，希望你们喜欢本期视频，不妨点一个赞，收藏一下，关注一下我的频道，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留个评论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